方，从头到脚都舒爽。吃下最鲜艳的那朵花，当下我仿佛就在天堂。卸下面具，你就快点过来吧。像只金虫被夜放，好风好狂好茁壮。吃下最鲜艳的那朵花，当下我仿佛就在天堂。卸下面具，你就快点过来。大家晚安，十二月十九号，今天的安安大明星欢迎黄鸿升光临三立新闻网，拍手。安哥你好，大家好，小鬼黄升。好，就是大家习惯看到你，就是有一些人就叫你鬼哥，但我叫你鬼哥就不不不不，在你面前怎么可以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怎么可以是哥呢？我脚都软。没有，不要这样的啊！但是跟那个黄鸿升，其实我们也有几次见面的缘分，但很久了，是你很久也没来这里演戏了。对，我觉得你们这边的环境好棒。真的，那你什么时候要再来一下？我其实以前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这个棚里面。对啊，然后这已经变办公室。对，然后刚进来走过来，还跟我们的新同事说，我之前都是在这里拍戏的。对啊，剩女保镖。对啊，那时候其实常常会窝在某一个角落偷睡觉。睡觉。对。然后拍戏就这样子，然后这边就是环境上你都是熟悉，所以有点像回娘家的感觉。很棒哎，对啊，那种回娘家感觉很赞。然后刚刚你想到要在别人办公室里面唱歌，你又有点那个不好意思。哎，被拍谁呢？因为干嘛拍谁？大家都在忙哎。没有啊，他们也快下班，他们在等你啊。好像有点吵到大家的感觉。没事没事，你唱歌好听，然后我们在这边聊天，他们喜欢，而且他们还可以及时。比方说，如果你在这里有什么超级大独家，咻一下他们就上去了，就全台最快速，直接的啊！当然，记者就 stand by 那边，那键盘都准备好了，好厉害哦！是啊，所以有没有什么爆点新料，就决定什么？比方说一月一号要去结婚啊。没有。自从昆达结婚了以后，你就经常被逼问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真的吗？对。所以他结婚，你有吓到吗？
没有啊，怎么会吓到我们这么、哦、知道了，对啊，这么这么好的兄弟，他要干嘛一定会跟我们讨论哦，所以这一切秘密的安排就只有我们不知道而已，这所以当时应该大家都要先去问你，你看你看，就好朋友就是这样子，他们两个就是问我，到时候如果大家就是有预测、哦、然后来问朋友，嗯，朋友不肯讲啊，也对，对啊，就是朋友怎么可以乱讲，怎么可以讲，对啊，他那么相信你，是啊，而且呢你们两个就是要一起活动也不用对流程的那一种，就是站出来两个就可以在那边不用嘻嘻哈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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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讲，对啊，但是那个今天2017真的到那个岁末年终了，对啊，然后在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个算是自己今年也暌违很久一段时间发的音乐作品，对，这算是今年的一个诶 ending happy ending， 怎么回事呢？这是来年的新开始，来年的新开始，今年的 happy ending， 然后你就是把一个新旧做串联，这是很酷的事，也算是个总验收了。当然啦，你在这时候做预购，然后明年才能得到东西啊！对对对对对对，跟未来跟未来借一点这个福气这样子。哦，没有没有，你就是也把今年好事就给它延续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事情，这样对我们来讲，然后刚好那个也搭上了最近大家。欸、也没有新专辑可以听，所以等一下听你去唱什么跨年啊、尾牙、啊，然后直接现场表演。哦、对对对对对。然后真的很棒哎，我觉得艺人吼做很多事情就带点智慧，做出来的效果都差很多。说实在的，真的现在这个年代不太一样，嗯、尤其是网络进来了我们这个世界。是啊。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其实网络这东西是天生从小长大就有的。对，所以到从小到大都有，只是没有想到现在会变像吃饭一样方便这样。是啊，那我们就要开始去，就是完全的让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真的，然后我看你也就是非常的投入这样的状态当中，你毕竟真的，我今天都觉得我也不是在跟单纯的歌手艺人访问的，你根本就是、这个人不单纯。对对，你是一个企业家，你在哪有哪有，你就是个老板，你做老板很久啦。没有啦，没有到很久啦，只是不喜欢用这个抬头去，这个太奇怪了，对啊，毕竟我们是做娱乐嘛，就是我们要让大家开心的。啊、做娱乐是这样，然后但是我们还完全记得，像女宝贝，我们到高雄去宣传，宣传完说，哎、欸，大家都要回台北，然后小鬼就说，哦，妹妹，我去我的店巡一下，就是巡、就是，好不容易就有机会洽工到那个地方去，对啊，那当然就要去看一下。生意做很大，南来北往的，就感觉上来说，没有，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人生规划，一直以来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啊、我觉得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在你的工作上面实质的是老板啊，但是每一个人类啊，就我这张专辑叫人类嘛，对，顺便来宣传一下。当然要，没有，今天就是以这个名义找你来，不然哪有好意思叫说，哎，来宣传一下你的潮牌。每一个人类都应该要当自己的老板。哦，对对，我觉得就是像你这样这么成功的艺人真的很重要，就是你的。你的言行啊，还有你包括你自己对你人生做出来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想法的规划，其实是会被人家学习的、哦、真的吗？当然啦、啊、你自己不管在任何一个阶段，你的粉丝总有一群人会一直跟着你、嗯、哦，对啊，对不对？讲到粉丝我真的也是很谢谢他们。有啊有啊，真的他们很死忠哎、欸。对啊，因为像这一次我到香港去啊、嗯，然后他们补帮我办了我的生意，有酷毙。对，然后我就发现就是说有好多粉丝都已经长大，然后都结婚了，都当妈了，然后还有台湾的粉丝跟我一起飞去、嗯、然后连老公都跟他一起去这样子，这样不是感觉很舒服吗？啊，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很有温暖的那种气氛，你就是把很多人变成了很多家人，变成了大家庭，很有成就感。 对， 对啊，那你现在一直叫小鬼，那到40岁也是小鬼啊，老鬼老鬼也不会啊，但这个名字就在你身上就是一种标签，然后他也就是一直没有违和感。对啊，因为当年要出道首先要先让大家记得你的名字嘛，嗯，那个时候真的是群雄割据的年代、哦、真的。对啊，然后你还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对啊，你要让大家认识你啊，所以说我当然就取了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好记的外号，超好记的，而且大家小鬼变鬼哥，鬼哥变什么主要一大堆的，反正他们会自己帮你加头衔，每个看到你的人就会自己依自己的辈分啊，所以有一天会变鬼爷爷啊，有一天我希望我成为酷哎一个专业的演员，然后我可以演好多人的爷爷这样子。哦，真的吗？对啊，对啊，你愿意演爷爷？我愿意，再几年我就可以演爸爸了。
他不像小爸爸哦，也 OK， 对不对？大爸爸不行，旁边带一个就是还很小，十来岁的那种还可以。对，可以耶，我可以，我很想。其实你真的有慈父的感觉，我很想就是有家庭的，其实哦是，我很想。你其实脸上真的有一些那种光芒哎，什么光芒？就是会照顾小孩。我以为我没有吸油的光芒，没有啦，你吸油也没关系啊，没有油才倍亮倍亮的，这感觉来说，岁末年终就是一定要发亮啊，人家才看得到你。我觉得就是家庭这件事情是人类在进化到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真的觉得跟你说话真的有点就是跟外星人在聊天。为什么这样讲？就是你的长相不会谈这种这么有哲理的事情。哪有啊，你潮牌，你潮神，什么战潮牌战神，没有 那都只是我的兴趣而已。哦，真的都是我的兴趣。你兴趣也超广泛的感觉。我的兴趣就是跟所有有关艺术有关的东西。Oh, 包括画画、啊，有的时候把自己身上都画满。对，包括画画，然后是比较， 对你像说你说 tattoo 啊，或是当然唱歌表演啊，演戏，这对我来说都是有关艺术的东西，我都很喜欢。我觉得在你脸上有一种气质，就是很其他艺人身上感觉比较，就是你那个状态很特别。怎么说嘞？就是你有一个，你脸上有一个叫做无悔的东西。无悔，嗯。哇，好古代哦，好古装哦！有啊，你很古代耶，其实真的吗？你有义气感，真的。对啊，你是一种那种战，你就是有一种在战场上开疆辟土的大将军那种感觉。哎呦，真的哦。是啊，我是认真的。哎，我曾经有想过，哎，如果我是古人的话，所以因为我们常看那种古装戏嘛，很多大侠啊，或者很多将军啊什么的，我曾经在想，如果我是古人的话，我会不会只是一个老百姓呢？还是我可能，还是我有可能是一个，你就是骑马带军队的那种往前冲那种，最骑马带那个，对，然后人家说是要取首级拿下你的才代表胜利的那种人，哎呦，然后通通要过来都被你杀了，哎呦，这谢谢你，有啊，你感觉真的很酷哎，谢，我觉得你在做很多事情有一种特别的勇气。对，的确是这样子，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趁年轻应该要有冲动嘛，有冲动就 keep going 这个你的这个热情，然后去做一些不要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有，可是你有害怕过吗？做之前当然会，因为我有时候觉得你的行动啊，就是你那个气质下的行动，其实，会让你担心吗？因为有些时候它可能是一种创举。哦，绝对是哎，对啊，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有很多的一言一行，尤其是在演艺圈里面，你都要想清楚，你这么做是对的吗？真的，因为如果你不小心说错话了，你没有这种说错话的时间，所以我才说你的脸上写的两个字叫无悔啊，这就是我的意思。我觉得我不做亏心事。我觉得这个精神很重要。对，我不做亏心事，那也就是说你在不同的场合。不见得是演艺圈而已，是，或是如果你是一般的民众，或是你只是一个小朋友、学生，都一样，对，都就是总而言之，你如果不做亏心事，如果你没有说没有的事，那何必后悔？对啊，对不对？这就是我的意思。但是这个没有跟有时候就在你心里，或是在你周围的人才知道的。可是你又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我才会说你的无悔其实还蛮勇敢的。所以才会问你说有没有害怕过？其实我是大概是一种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们长时间在这个环境里面看到很多的人，然后你想说天哪，这个人为什么要如此的义无反顾的这样做？这样没有啊？我觉得在做前所有事情，在做前都一定要沙盘推演嘛。哦，真的，对不对？所以说你是将军嘛？那他如果你这条路不通，那要走另外一条路。是，那如果。这条路不通，但是这条路最快的，可是不通哎，那你硬走，那你就死骑嘛。是啊，那我们就走另外一条路绕一下路啊，就绕绕久一点。真的真的，本节目就是一个纯聊天的，点灯没有，本节目就是一个纯聊天的节目，然后常常想说怎么办，都没有安排一些好像余性节目来讨论一下最近他最留在他身上16.9公分，应该是大家最想知道的事。但我们今天连尺都没有拿，然后刚连你都想知道啊？为什么没有人想知道？这是一个用 huge 来形容的尺寸呢，太扯了啦！哪会啊？你有没有那么夸张了？有没有那么夸张？我们也没有办法验证。没有，说实在的哦，是你讲这个数字就是导演自己砰一声就乱讲出来。可是他好棒，他砰一声就让人家永生难忘。然后我就搞的就是大家一直来问我，对不对？搞得我自己都好奇。哦，所以你在家里真的凉了。
我真的很累。所以我们今天最荣幸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的道具，然后要逼他说出最真诚的 size。 我真的有量耶，我相信啊，超好笑的，每个男生都一定会做这件事。你现在看那个画面超白痴的，哪会，而且我还发现这是一个青春期的男孩一定要必经的过程。我还发现我家，哎，你发现他比以前长大了。我家没有尺，然后就无尺。然后那你去跟谁借？赶快叫经纪人帮你买。我就赶快去，我去那个书局买了一把的。一把？对，一把很长的。我相信你应该买超过50公分的吧，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我想到你一定会想说，怎么可能只有16.9？你是 NBA 球员哦，所以你知道 NBA 球员有人超过30的哦。哎、欸，我们以前的年代，你说有一个球员叫 Rodman。然后呢？小虫罗德曼是，然后有一张球员卡非常红，那张球员卡是 Rodman 跳起来抢篮板，然后 Rodman 他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就是他不穿内裤，他就不穿里面那个束紧身的那个裤，他就抢篮板脚张很开，因为他脚就是他的那个是招牌动作，就是把脚张开的抢篮板，对啊，裤子就飘起来，然后就在那里露出半个。一个朋友额头，哇塞，真的，如果是你的话，大概会漏到哪边？没有那么夸张了，真的没有那么夸张了，不要讲这个啦。没有啊，没有人讲这个、啊，你MV里面都是、啊，还有人帮你量了。我们只想说，天哪，我们忘记做这件事，我们那他好不敬业哦。然后我们就想到说，啊，我们是纯净的节目，就是我们让自己讲。他都量过了，我们干嘛那么忙啊？而且我们去帮人家量也不太是个办法。这件事将会是今天节目的一个悬念，欢迎大家留言，然后来跟等一下跟小鬼来一起来对一下。哎、欸，我问一个问题、哦啊，你说。这事情一直在讲，就是会不会又这张专辑又大家只留下这一个悬念，但却没有人知道我的专辑名称叫做人类这样子？没有啊，因为你就已经非人类了，所以你才会唱人类作为标题。哎，对，非人类才有16.9公分，太厉害！而且以他的身高这个尺寸在他身上真的太大。不是，我真的觉得，如果这是一个摄影棚的话，我可能会很自在，因为毕竟艺人嘛，在摄影棚里面本来、就是、你就自在一点啊。可是这里是办公室，没有没有，我们的记者在等答案啊。这么多的发独家、啊，这里是新闻网，所以你给了一个最标准的 size， 将会成为今天的一个最重要的那个新闻的标题。我们容许他最后再说，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办法的。欢迎开放有奖。有奖真打，当然啦，大家不是很喜欢互动，我们也很少给大家一个什么特别的题目，但是就觉得说没有啦，因为觉得聊天嘛，其实我们就一直心里在想说，其实现在这环境真的有点辛苦。那其实我刚刚还在跟那个黄鸿升聊说，哇，你这次发的是专辑是10首歌吗？啊，你就说没有没有，六首。然后就说，想当初做唱片，其实大家10首10首的做，然后10首是基本的，一开始。对呀、啊，对啊。结果现在规格都缩了。当然，因为现在。反而我问镜头前的朋友，就是家里面有没有 CD player？ 就家里面有 CD player 的人很少。对啦，大家现在都下载那个音乐什么，直接都是听，就是任何 app 啊。对啊，对啊，对不对？或是 anyway， 就是网络上面噼啪。可是爱你的人还是想要有个东西收集，还是要有实体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实体这件事情是一个，反而是一个复古。哦，对，反而比如说像现在卡带。录音带对我们来说，我们以前都听录音带啊。可是现在真的那个卡带拿来，还真没有机器可以播，完全没有，找不到了。未来 CD 也会变成这个状况。但最近手机开始有人去复刻那种旧的样子。对对啊，就是录音带也大家有会出来复古啊，会出这东西、啊。但它就是短时间的一种潮流，好玩啊，好玩。对，你看在潮牌战神的那个潮流战神的眼中，这件事情，所以那 CD 的包装是16.9公分乘以16.9公分，你是说吗？你是说16.9乘以16.9？对啊，就是一个这种 size。然后大家回去就拿那个起来，就知道你跟黄鸿升谁比较强大。所以我明年夏天就是夏天的时候，我出整个夏天最好小心一点。我出一件球衣，背号是16.9。OK fine， 我觉得很好。然后名字这边的时候是不是你要名字写 huge？ 没有没有，对，你的潮牌下一个 logo 就是出一款16.9公分系列的，是哈、哦，还不错啊。最好是有人会买啦。你怎么知道没有人要买？白痴、啊，然后白痴，这很酷哎，这是你的东西啊，而且是导演送你的，然后你把它发扬光大，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等一下下节目就要打电话。你看谁敢跟着，谁敢说他有跟没有，然后谁敢出来说我比他强大，就没有。但你在这个地方就成为一方的霸主，永远的
无法去取代的那个。没想到我的代表作居然会是十六点九，我真的觉得很棒哎！2017年留下一个就是充满话题的，一个很有意念的话，真的，陈总你要谢谢导演，他让大家一直燃起了对黄鸿升探命的那种心。好，因为我也是一直在重复，就是说，不管任何器官，它也是人类的一部分。对对对。對對對，用这样的开场是因为这个话题对你现在就是最潮流，在跟潮牌大人讲话一定要。我明明这张专辑是想要灌输大家一个怎样我的想法，就是说人类因为梦想而远大，因为梦想而继续坚持，真的人类因为特别让你觉得在这个地方永远没有办法被取代。当然16.9一定也是蛮多人的梦想哦。当然那何止是梦想，那有时候是遥不可及的。那这件事情这样子，你说对我来说真的有加分吗？有啊，因为它不是坏事啊。它不会是坏事？当然不是啊。是吗？这是令人骄傲的事情，而且是别人说的，不是你自己。会不会很多女粉丝觉得啊好恶心哦这样？我们没有要往那个方向去探索。是吗？当然啊，因为当然不用想到那些事，粉丝心里头爱你的是什么不知道，但他们多了一个话题，然后知道说天哪，我爱了偶像，好了不起。超屌，超屌就是这个意思。超屌，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就是超屌的黄鸿升，我笑死，酷毙的。但是就是要回到我们这个专辑的宣传，这是今天小鬼来最重要的用意。那你现在还在预购当中，对对 对, 對，你这次的所作所为就是真的很企业化，而且很有老板的想法。真的吗？我真的觉得啊，很棒啊，因为这表示你主宰着你自己。就是规划你自己的事业，然后因为自己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对对，你脑袋很清楚。来介绍一下你这个专辑，反正我们现在什么都拿不到，你讲的都是对的。也是哈。对啊，然后突然就发现，哎，不是这样，颜色讲错了。不会不会不会，因为这张专辑比较有趣的是，我搭配我的乐团。哦，乐团。我自己有一个乐团。是。然后其实，在之前的专辑，上一张专辑就已经开始合作了。对。然后都没有把他们摆到台面上面来，但这张专辑我希望我的音乐性更强一点。那可能大家对我的 image 可能多半停留在我主持，可能我演戏，但在音乐这一块，我想要再更加强我的音乐性，所以说我就加入了我的乐团 TAT，TAT 是 The Alien Team 的意思，对 TAT。然后 TAT 加入之后，我整张专辑就是跟他们合作的，就是全创作这样子。对，我等于是黄鸿升，先不要管的话，我就是这张就是 TAT 的全创作。对，那里面呢，我当然也有贡献词曲这样子。那整张专辑为什么叫人类？其实一开始我只是想延伸上一张专辑叫 Alien 外星人。外星人，外星人。对，那。上一张专辑我是用外星人的角度告诉大家外星人在想什么，是这一张专辑我想说的是外星人在地球一段时间了，他怎么看地球，然后怎么看人类的。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自己很像外星人，然后有的时候想的事情跟喜欢的东西跟觉得的事情跟大家好不一样。对啊，你就不一样才能创造品牌啊，所以就会观察大家怎么想，然后做一些 balance。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我觉得是进化的事情。进化吗？进化。进化这件事情，就要可能要自己稍微再去做进一步的那种可能阐述吧。你的进化在于，比方说是旋律上的，还是词义上的，还是你有些特别在音乐类型上面自己的。尝试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太执着，或是太有想法的时候，人在一个期间哦，就是有一点叛逆期，然后到了一个地方，觉得自己想法很多，是，我想要马上告诉大家啊，那个时候我常常会有很多的盲点，然后我在上一张专辑到这一张的时候，其实觉得。我有人生的一点点小低潮，可是我觉得我没有被打败，也没有觉得不舒服。然后，于是我在这张专辑，我觉得哦好，那我要跟我的乐团一起来做这个音乐。是。然后我发现，哎，我不一定要抓着，就是说我每一首歌我都一定要100%的就用我自己的词啊，用我的曲啊什么的，就100%的要用我自己的东西。对，哎，我发现跟乐团一起合作的时候。那个快乐跟做音乐的那种
最初的那种感动，嗯，才是我想要的。嗯，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回到了开始，一开始进入演艺圈很想做音乐的那个冲动。是，对，我觉得很开心。有啊，那也表示现在在整个那种工作的规划上，你又可以回到某一种，就是其实人在进入一个行业里面，应该都是抱着某种自己的理想进来，对对对，然后中间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一些你必须要迎合潮流做的不得已啊，或干嘛。对。可是现在又到了你可以自主的时候。对，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到底什么是输，哦，什么是赢？就人类里面就有两个说法，嗯，一个就是输，不是输就是赢，就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子比喻的，了解你的意思，不一定是这样讲的，所以我常常就觉得说，现在的输不代表未来永远的不会赢，不会啦，那也没有什么输跟赢啊。如果你都是一直在跟自己比，只有说啊，今天现在什么东西是进步的，然后可能哪些事情你被看到的没有，不如你自己今年的预期，就这样子一点差别，但你依然还是就是生龙活虎啊，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发了任何的一个作品都会受到关注，这是表示你存在在这个环境里面依然有你不可取代的价值。谢谢，感觉真的是这样。然后我们一进来就播了你那个感觉对了的完整的 MV， 那个 MV 看完其实几乎就已经把整部戏的大纲看得差不多。对，那是你配合着你之前一个作品，对特别的一首单曲，嗯，它也会发收在那个这个专辑当中。对，这一次其实比较有趣，就是以前十首歌嘛，我们刚刚不是前面在讲嘛，十首歌可能有四五首，嗯，大家真的没听过。对，然后自己歌手如果没有开演唱会或是没有练习的话，几乎有很多歌是从来没唱过的。就发完片之后，是啊，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可惜，而且非常的浪费资源的一件事情。哦，对啊，毕竟收歌也花钱。对啊，花钱啊，我还要练习，我要努力唱这样子。然后我如果写了，然后就写了一个词，然后唱完发片，砰掉到海里，然后完全没人理他。所以说我就觉得，嗯，不行，我们现在要搭配专案，在我还没发之前，我就已经有新歌了嘛。推，全部推出去，很棒啊，很棒！我就说我在跟一个企业家讲话吧，那搭配专案，然后不行，那个要全部推出去。你看，像北风的太阳，嗯，对不 对, 对？我也是搭配了，有，对不对？然后那个会逃婚一百次也是一样。然后我甚至于曲已经有了嘛，但是我就把词，就我正在拍，我一边拍一边写，我就全部都把我在拍戏的过程的所有的精华，全部把它写在词里面，对。有啦，你的歌永远都会让人觉得惊艳。上次虽然就是前一次你跟我们这边一部戏《1989一念间》也搭到一首歌，对对对，那歌也真好听。对，那时候是两个人，对，那是上一张。是啊，对，所以就觉得说，其实你在做音乐上面不只是有想法，其实还都能够蛮打中人心。然后第二叫《北风和太阳》，这一次有收录，也是跟那个三立的戏叫什么？我怎么突然忘了？对不起，浮士德微笑哦，浮士德微笑也是同一个男主角，对，利昂，所以说我在词里面还有一点好笑，就是说，我就到第二段主歌，我说这次不穿越时光，依然爱得很慌张。说吧，你这个对，就是上一张两个人的时候，就是搭配他穿越时空的时候，对，到这一张他还是当主角嘛，所以我就说这次不穿越时光，依然爱得很慌张。真的，你就是很会，然后在里面就暗埋一些线索，然后这是一个有趣的创作里面的，会让人家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其实如果我不说，大家应该不太清楚。是认真想是这样，就但你由你嘴巴说出来之后，大家去回头再去听这歌的时候，就感受上来讲就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确。对，但我们今天我看你就是因应那个新媒体时代，然后最近虽然就只在预购期，其实那个黄鸿升已经走很多宣传，上很多直播了。对，因为我希望这一次的宣传是铺天盖地，真的铺天盖地。然后自己的那个 Facebook 专业里面，啪啪啪啪啪，你就一直分享，到每天都跟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来到这里，当然也要请你唱歌啊，好啊，这样不就弱掉了？好啊。好啦，但是因为你知道晚餐时间呢，也不能就是你难得来要多聊一下，那我们就唱一段好了啦。好啊，一遍歌嘛，一遍歌，好不好？ Okay, 感觉对了，对，看你现在感觉还可以吗？感觉对了 ，OK， 好啊 ，OK 吗？那我们来听黄鸿升演唱小鬼要。唱歌喽，那大家来给他掌声欢迎一下，现场演唱感觉对了，拍手。
来喽。烈许的绽放，从头到脚都舒爽，枝下最鲜艳的那朵花，当下我仿佛就在天堂，卸下面具你就快点过来吧，感觉对了不要躲藏，输一场，头皮发麻，嘴角上扬，好棒棒我投降，感觉来了不要躲藏，大不了受点伤，头昏脑胀，胸口发烫， Oh my god 别卸妆，你知道唱一遍也很重要，唱一遍让大家过过瘾，然后吊下人家胃口，然后他们对真的希望有吊到了，当然有当然有啊，不要倒到胃口就好，哪会，不会不会，你刚刚就算只是一遍歌，然后现场演唱也是热力四射，看得出来就是当你要表演就是希望可以更尽兴啊，然后这个时间当然就是在那晚上七点多，这个这首歌唱下去就吃晚饭，其实也蛮容易消化，有是吗？节奏那么快，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唱歌，这次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回到歌的本身，先不用管那部戏的话，好，你对这支歌有什么特别你的设定？然后你又特别喜欢它什么旋律？我知道好像在拍戏还是什么拍 MV 还是哪什么时候，他们搭这个歌还要做你叫你做很多即兴的哦，对不对？因为我在一边拍的时候，这个曲也是我自己写的，是，我就一边在想这个曲。然后一边在感受我在拍戏的一些所有的细节，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做还是摇滚为基底的音乐，那又想要热闹一点，导演很想要我做一个热闹的歌，然后比较。年轻的感觉，他说年轻，对，你他是说，我希望呢，就做一个比较年轻的感觉，因为他是日本人，然后我就觉得好，那我想做比较 funky 啊，或者比较 disco 啊的东西，是，但反而是比较 old school 的，但其实不管，反正我就是把编曲编得很华丽，然后就是你的，对对对，然后他就会觉得 OK， 然后他就过了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就算是一个即兴的要求，然后你达到他的那个标准，是，而且他是一个那么伟大的导演，但他会逼我，他 逼你，对，他会逼我，你怎么可能接受人家的逼迫？他逼我做什么，你知道吗？做什么？他逼我在我做完歌以后，把歌给他，他也觉得没问题，但是他在做剪片花跟剪片头的时候，他一直告诉我说前面可不可以加 rap， 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歌里面没有 rap。他说：“可是我在剪片头的时候，如果你加了 rap， 那这整个片头会更有趣，然后更活泼这样。”是。然后他就一直打电话来逼我这样。真的。然后重点是我也一直在忙其他事情。好，不管了，就是还是帮他，就花一点时间，就赶快去录音室，然后硬是塞了一段 rap 在里面这样。很好啊，而且那种就是有点就是。导演也算全方位，他对音乐这么要求，那你就做一个，就在那个当下，你也把自己当演员跟歌手一起让他这个为你做一些对对安排，对对对对，所以出来的东西是你满意的就可以啦。OK 啊，我觉得其实因为如果以演员来说的话，完全相信导演，所以说导演他觉得他很开心，很喜欢这个作品。那我就放心，因为其实演员真的在某个程度上面，导演说 OK 我就可以，除非我自己觉得不 OK， 导演说好啊，那再一次这样。这样子其实每一年就是去回头再看你过去的这段时间，其实唱歌跟演戏一直在你的那个工作就是生涯当中，它都是一直并存的。对啊，然后你也没有偏废在哪一件事情上，然后两件事都做得一样，让别人都很赞许。其实老实说，我很想要只做一件事就好。真的吗？对，真的真的好吧，真的很好，就是哦是哦，真的很好。如果有一个，比如说，其实我很羡慕像吴康仁，
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的把戏演好。然后我就很羡慕他，演得好好，我好喜欢他这个演员。那你也演得很好啊，就大家有自己演法吗？我觉得他的演技，然后还有他接到的戏啊，跟他选的东西，还有他平常的发言什么的，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演员。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像Jolin， 他也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歌唱好，把舞跳好。然后我就觉得哇，如果我也可以只做一件事就好的话，那不是很单纯吗？这样你会很无聊哎。对，也有可能。对啊，你灵魂那么……也有可能我会突然就觉得我还对，好啦，我可能做了好多事情，就是因为我怕无聊。对啊，有可能看起来就是一个。就是要多一点花俏一点，就 gay 搞的人也没有 gay 搞啊，就是你做那些也都搞呀、啊，又没有 gay 搞，但是那个 gay 搞，哎 ，gay 搞了，你也要有本事才 gay 搞得起来，就 gay 搞啊，没有办法，那歌也都会中啊，然后戏也会中、啊，没有，我们这种是一桶水满不了，所以我们就好，我们买好几个水桶来装，然后装每一桶至少都半桶这样子，哎、不会啦，你盒子半桶，你每一桶都有，这桶八分满，那桶九分满，那桶有颜色，怎样，你跟每一桶都可热闹的，家里面水桶还挺多的，对啊，可是这样很好啊，那你有。应该是说，除了唱歌跟演戏之外，你还想做什么事？你应该要往这个方向想，你比较不会无聊啦。唱歌、演戏、主持，都做过了。也没有什么别的舞台剧，你有去？舞台剧我还蛮想做的事，只是现在目前还没办法。你应该去做这件事。我很想，但是可能要花上半年。今天讲出来就赶快那个。对啊，反正你就是沉淀一下你自己，也许你在舞台剧上面，我蛮想的。有机会的话，我想你不要只做一件事，你是要去做没做过的事。我蛮想，我觉得你这个人，这才符合你做潮牌的精神啊。对啊，不然你只出一款白 T， 就是白 T 恤，然后也 OK 啦。啊，我知道了。你讲，其实我对，比如说企划专辑的企划，跟包装这件事情，我也都蛮有兴趣。所以说我自己你不要抢人家的饭吃，所以我自己的专辑跟。这次你自己设计的吗？就是我自己的想法。你真的是很 gay 搞哎。然后服装啊这些。哦，这个服装不会，服装是你本来就很在行。对，就会想要有玩一下这样。不用，你就留一点钱给人家赚这件事情。因为我在想说，不要这样子。对啊，你那么多员工要照顾。没事的话，可不可以？哎，说不定我可以帮歌手接专案。这个就酷，这样就还不错。跨界的合作。有。跟我合作，但我没有跟你合唱。不要，我帮你做服装跟一下，我帮你做服装跟企划。哎，这样人家还说买一搭一那种感觉，还蛮有趣的，对。很好啊，哎，没本事的，你要想要去跨界也跨不出个所以然。对啊，哎，这张专辑有跟黄鸿升跨界，可是黄鸿升是做企划。这种联名，就大家一直在联名这样子，超奇怪的。不会奇怪啊，这就是你一直很有这么多的想法，然后你一定会去落实的啦，而且你一定会找到一个你想要跟他合作的人。我蛮想的，我蛮想试试看。有设定谁吗？就有话好好说，就看谁没有就没有没关系。我自己有很多的人选、啊，我知道啊，但人家不一定你有那么多的朋友，不会啊，你干嘛这样想？搞不好他也在，就是有些那种媒合是就是突然来的，是就是一种像感觉对了就对啦，就像你的歌一样，你写这个歌的时候，那时候是有想要带给别人什么，就是特别的。生活上听到你的歌、哦，想要给人家什么感受有。其实我也在一直在警惕自己哦，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想太多的人。是。然后有时候有感觉，然后但不敢去实践。在感情上面，所以说我就是一直在提醒自己说，哎，感觉对了，不要躲藏了。大不了输一场啊，大不了就失恋嘛，对不对？所以你在讲你自己的心情。对，我其实也是在提醒自己。对，然后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错过什么你遗憾的事情？我觉得突然这样讲，有的时候我会一直在纠结，在试问，是不是只是头昏脑胀，然后被迷到了，然后但其实冷静下来，是不是其实也没有这样？就是我又一直在问那请问你迷到了，你有去动作吗？就是因为我常常就是，有想法但没做，所以就没有了，这样很好啊，搞不好搞不好就是不对啊，因为你刚刚又迷到了，你也，所以我这首歌要推广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爱情没有道理的，这个化学反应是没有道理的，它所有事情都有程式，是，可是只有用数学去来衡量也好，或是算出来，但只有爱情没有的，没有程式的，所以说感觉对了就不要躲藏啊，就走啊 ，Go ahead。
应该去。感觉对对对，这感觉对了，这个好像也蛮适合这个热恋中的人。对，就感觉对了，就看有没有再往下一步走。比方你的朋友就去登记结婚这样啊。对啊，对啊，是这种概念跟感觉。他们感觉对了。对啊。就签了嘛。挑嘞，说哦，去年这天你说好什么。啊，没有啦，这个还是很重要啦。哦，当然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啦。很浪漫啊，对啊，会啊，会啊，他很会啊。一生一次的事情，对不对？啊，尤其是他那么可爱，谢文达又那么的双鱼，对不对？哦，对啊，浪漫的男孩，嗯，然后遇到一个文青女孩。是啊，他们太登对了。听说文青女孩最近迷上做甜点，然后他太登对了，蹲对耶，太蹲对了，真的。那做朋友之前就是知道，就是觉得很好。嗯，这两个人就也真的是很匹配，他们应该就是网络上人家在点你或干嘛，好，这种事情先点到这里就可以了。今天那个黄鸿升是来讲自己的新作品，然后我刚刚有特别提到一支歌，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现在就可以来看那个 MV。什么？北风与哦，北风的太阳。那你是北风还是太阳？就是小时候那个童话啊，童话故事啊，对啊，是安徒生还是格林啊？我有点忘记啊，我也忘记。对对对，就是在讲比赛嘛，就是说谁可以把那个人的衣服脱下来。对。但其实就太阳就赢了。谈恋爱有的时候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真的。你到底在跟谁比赛？你到底在跟自己比赛，还是在跟别人比赛，还是只是在争一个没有所谓的事情？嗯，对，所以争一个没有所谓的事情，哎，听起来真的。对啊，那何必这样？因为这样而就分裂，然后吵架，然后就分手。那我觉得，这样太严肃了。是，我们应该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很 sweet 的甜蜜的，甜蜜的。所以我才说。如果就变成比较甜蜜的方法呢，再加上我还有去看了那个戏，就是那个我又忘了，浮士德的微笑，浮士德，浮士德的微笑，我还是有看，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男主角有说跟女主角说过，就是如果你是北风，那我就是太阳，我要温暖你，对，所以说我就在我的歌里面的词，就把它变成就是，对你真的很用心哎，你把歌跟戏连接上了，然后你还不忘就是帮戏这边做很多的。但因为它是戏里面比较扑朔迷离的，就是为了报复，为了干嘛的这样子。啊，對對對，然后不小心爱上了这女孩子，是就所以恨你不设防，你都没有在防我的呢，你都没有在避讳我，对，恨你不设防。爱你冷不防，哎，你突然间就会来一个给我，让我啊 ，doggy doggy 这样子，疼你的倔强，就是她就是一个非常倔强的女孩，真的疯狂只为，真的听那个创作者，然后自己去分析里面的一些用字遣词，然后都原来都有这么多用心的安排，而且原来跟戏扣得这么紧，其实对啊，我先有戏还先有歌，先有戏，戏已经两三集了。然后才跟你，我才对看了那两三集，然后写。哇，你真的是，所以你是一个就是可以被很多特别，人笑话很多好不好？以前很流行啊。那你讲一个，现在小朋友很流行，就是是很短的。你说啊，很短的过了，现在很流行一些撩妹的那种。哦，对。对啊，很多都张立东害的，就是张立东一直在旁边一直讲一些这样，哦，我都觉得哇塞，天哪，这个我讲不出来，太恶心了。什么什么哪条路爱洗带路什么的。对对对对对，什么对啊，超多的。我好，我们要进歌之前，你来一个嘛？来一个什么？来一个冷笑话。冷笑话？就冷笑话。冷笑话哦。你刚刚进来之后再看，我想一下哦。太阳跟北风，谁才能把那个笑话变温暖这样子？好，我。冷笑话很冷，不要怪我。不会，我们就是要冷啊，不够冷就不跟今天天气就不 match。从前，你怎么了？有一个眼镜蛇爸爸，眼镜蛇爸爸说带着眼镜蛇小孩回家。天哪，所以有四个眼镜在那边回家，这样走。可是眼镜蛇要走得很慢，眼镜蛇爸爸走得很快，然后回头说：“哎，欸，干嘛啊？走快一点啊！你再不赶快走回家，妈妈被妈妈骂这样。”然后那小孩就是有点痛苦，但又不敢说话这样子哦。爸爸，我们。眼定得这个很毒，然后爸爸说：“对啊，我们定得超毒的，咬下去那个人马上就会死掉哦。”爸爸，我们眼定得真的那么毒吗？爸爸说：“对啊，干嘛啦？赶快走啦！我咬到我的舌头了，我会死掉。”对不起，不会，我觉得很好。你就是演啊，所以你在讲故事里面好多特别的事情啊。你是北风还是太阳？你是眼镜蛇。我是北风。我外表看起来比较像太阳。
眼前是一道光芒。可是其实谈恋爱的时候，我也许是北风。哦，真的吗？啊，你干嘛这样设定？我觉得，其实我私底下不太说话，然后在谈恋爱的时候，适时的会跟女朋友撒娇，然后玩，然后很开心这样子。但是我多半时间会比较长，坐在那边想事情，或是看书，或是看电影，静态的。对，那你希望那时候他在陪你？我比较猫型啊。哦，那你希望那时候他在不在吗？他可以在旁边啊，是可以而已，是希不希望？可以，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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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一样。如果是希望，那很甜蜜；如果只是可以，那这样就太北哦，希望，希望。所以你还是太阳。希望，哦，好啦，这样也算太阳。是啊，这种太阳才厉害。哦，真的。对啊，因为太阳在的时候，天空看上去就有了，欸，不用跟你讲。但怎么啦？我觉得，嗯。谈恋爱这个是没办法定义的啦。嗯，有的时候你一直都在当北风，但你遇到一个你觉得很想当太阳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当太阳。况且最近太阳也结婚了。我们那个专心听歌，等一下再来跟他聊。这局不轻易投降，分清天使和羔羊，拒绝活得很平常，越是奋力的抵抗，还是孤独而彷徨，最后一道防线叫城墙，最初的刚强，北风或是太阳，谁能让你卸下设防，爱你冷不防，疼你的倔强，疯狂是为你抱紧你，就像温暖的太阳，心甘情愿输这一场，心甘情愿为了你疯狂。所以你如果那个很浪漫的时候，就是你女朋友可以在你身上当画布，就随便像刚这样子，整桶炸，可以啊，茄汁，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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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可是我觉得就是该疯狂的时候，我就会很疯狂，但是我在我的人生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还是会，比如说家里面，偶尔玩这样玩可以，可是就是。不要弄得太乱，怎么可能？那东西乱乱到，怎么可能不乱？那就去那个啊，户外啊，去海边。对对对对对对，去户外 OK 的 OK 的。所以你还是有一点洁癖，泼湿啊什么都行，但是在家里面不要弄脏，这样弄太脏很难处理。就家里难打扫啊。对啊，你刚像刚刚我那个画画画到一半，是啊，像
直接这样子倒下。所以你在拍 MV 现场，你帮他扫很久。没有，工作人员扫，不关我的事。可是这里播得很尽兴，这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哦，他很温暖。嗯，他虽然是画家，嗯，然后他画画，如果他那个女生，他喜欢的女生把那个颜料滴上去，他也都没有生气，他也都还是很包容他的。是，对。哎，为什么你最近眼神看起来特别的那种，就是无辜？有吗？嗯。啊，我发现一件事，我发现一件事哦，你说，很多人私底下都说。我觉得你看起来好累哦，这样。哦，是哦，你是累，可是我就觉得那种人家说什么可爱小狗眼无辜辜的，让大家会。但我发现啊，对啊，我发现的事就是说，我发现我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就是我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反射神经很放松，就变成好像看起来很累。例如说这样，就是很放松的这样，就看起来好累。可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不可以一直这样子，对不对？就眼神就来了，我就要。你说一秒很坚定，对，我就要这样子，真的是个老板，这样子，对吧？现在去巡店了，你是开枪了，对啊，现在坐要去坐高铁了，就这样。所以私底下就是粉丝看到我都是就是很放松这样子，是，然后他们都会觉得啊，你看起来好累哦这样子，啊，那是一种他们就是哎某一种就是也是一种问候的，想跟我聊天呢、啊。对啦，因为他也要就是表达他们对你的支持，他也是一种某种小小的示好，因为就是大家还是有个距离在，可是又觉得你很熟悉。可是如果平常每天都一直都这样，也很可爱啊。你看他现在脚可以撑成这样，然后刚刚是一个哭哥，现在变成一个孩子。没有，脚很酸，要拉直一下。你这个动作不是每个人做都可爱的、欸，是吗？我真的啦，他刚拍我半身，没有人拍到啊，所以我才说一定要拍全身，看了才知道你在做什么啊。你这个 pose 很可爱耶、欸，这是那种。阴啊屁，那死屁孩的可爱的动作。这双鞋我买很久了。哦，你现在是要跟我们讲鞋子？对，这双鞋我买很久。我刚刚跟黄鸿升在说，他好韩系哦，好脏哦，鞋子哦，不会啦，然后脏就、啊。他很高哦，你看他，我穿上去之后我就多五公分。你不要站在这比较适合我，你应该带我去买，我那么矮，多五公分，你不需要这个东西。像我就是我的个性就是很多人会说，可能会觉得我们偶像应该要垫一下鞋垫，一定要啊，或者什么这样。当然，但我就会觉得说，我不要垫鞋，当然，我不要垫鞋垫，我宁可穿在外面。哦、啊，我宁可就是直接它是高的，你懂我意思吗？我懂，就潮牌嘛，你要带领流行，就宁可它是高的啊，高的话它可能是一个 style， 对不对？那你去穿张惠妹那个，张惠妹那个是横天高哎、欸，因为我们不管你们试试看，反正就宣传。威龙闯天关那个加底、啊、加底加到加到101层楼那种。台北101没有必要了。哎、欸，我坐在你旁边有一个 feel， 什么 feel？ 就你虽然外表是北风啊、哦，可是你心里真的是太阳哎、欸，是吗？就我有一个这样的 feel， 不知道有没有 feel 对啦？哦，嗯，我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面相太多了啦，也不是知不知道怎么讲哎、欸，就是人就是坐下来，然后至少你现在给我这种感觉，嗯、然后我终于知道这种人最迷人了，就是什么都有，都在你身上。然后那个心里的温暖啦、啊，好过于脸上的假亲切。哦哦，对了，对了对。然后尤其对你心爱的人或是朋友啊，其实这种真的特别的重要。我真的对啊，我觉得人类是要互相的动物。嗯，就是我们常常不要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对，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觉得不幸福。或是不满足，都是因为你开始觉得美好是理所当然。是，就好像，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然后他对你好，第一天对你这么好，第二天对你这么好，一年之内都对你这么好，接下来的每一年，他如果稍微没有对你这么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变了。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是不是理所当然？可是他变得一定有原因啊，都要去研究一下。如果可是如果他对你好，你也对他好，他那个好就会一直好啊，对对对对不是这样子吗？是互相加成。对啊，就是一直这样，一直来，一直来，然后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在加。但是他如果没有感受到你的回馈，就已经一年了，少一点点也是应该的。对，不然你把他当愣子哦。所以啊，如果你们想要我开演唱会，那我开演唱会的时候不要不来。我觉得你也是蛮很爱讲这种事、欸，自己爱讲。你如果想要看到我唱歌，哦、我想要听到我发片，我发片的时候不要你要买啊，不要不支持啊。如果这个没有加成上去，好，我们哪来的信心再继续发片？真的，哪来的信心？
再继续开演唱会呢？嗯，是。他暗埋玄机，他告诉你们说，如果你想来，他才要开。是不是？不是，这总是要。是啊，本来就是啊，不然开一个没有，然后那边大家就在那边臭你。总是应该要说哇，我们的粉丝落人了。要互相嘛，就是一种互相啊。那喜欢你就想说，因为你一定会在现场，也一定你一定是一个使尽全力的人。但我还是在很努力一件事情。公，身为偶像是 idol， 你是 idol， 嗯，我还有 vidol，idol。我觉得我不想要让我的粉丝长大以后后悔什么曾经喜欢过哦，不会啦，真的不会，这是我觉得我最坚持的事情。我那时候还在讲说今天通就是今天你要来，然后我就跟制作人在讲说哎，我真的就是很久没有看黄鸿升，哎，然后其实说你说真的很熟，好像我也不敢这样去攀附他有什么，没有啦，哪里攀附，没有没有，就是我们就是因为之前工作的结识嘛，但是我是说他坐下来就是此刻当下的氛围，聊天的内容，对，讲一些什么，不是为了说要怎么样讨什么，讨现在话题干嘛？就是现在在这个潮流中呢，就开一点这种小玩笑，其实都是也是要是，哎呦，我有这个朋友还记得那个情分在，然后他会觉得这件事无伤大雅。其实对我来说有一点那种感觉，对啊对啊，很好啊。那就是你现在此刻的状态，然后你刚刚开了一个这样的开端，我真的觉得你这次我看到的你啊，是比之前我们那时候的认识。你也变得更帅了，然后你整个人也变得更有温度，谢谢，就是一种那样的氛围，然后你应该也会是一个更好的老板，你的事业应该一直都非常的在一个你很理想维持的状态。年终奖金今年打算分多少就可以问了吧，是不是？我在帮你们的员工争取，哎，今年大家景气这么差，我觉得黄鸿升的员工啊你们想要领多少年终奖金？我觉得这事情如果我是一个不藏私的人，如果我真的赚了到一个境界的时候，真的我希望就是我的就像郭台铭老板这样子，然后像张忠谋这样子发这样子，我希望我可以这样子，可以、啊。如果看到大家都很开心，然后看到大家都、过得很棒的年，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你照顾很多人的家庭成就感。是啊，成就感，你可以照顾人家，照顾得这么好，这样子，对，也不枉费人家这么为你尽心尽力。对，话题我们开启这个话题好适合写梦想版哦。这个是梦想版，对不对？对啊，就是一个鼓励的概念，然后也可以做一个真人的启示。这我要鼓励大家，就是一定要的啊。有的时候啊，我曾经想过，就是我接了很多的戏，跟我有好多机会，都一开始不是这家公司，也不是这个制作单位的第一人选。有的时候我们得到机会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不会是第一人选。但不要去在意你是不是第一人选这件事情，只要让制作单位或是只要让找你来工作的人刮目相看，甚至于拍你的肩膀，然后说了一段屁话，说我就知道你行啦，那你就对了。对，就算你知道这段是屁话，对，但是没有一些成绩出来，这段屁话也说不出来。对，真的就是你脸上两个字要让他们念出来，就是无悔。对，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说自己做不到啊，或是啊，这是一个遥远遥不可及的梦想，但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可以分成近期的跟远期的，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实践自己想做的。真的真的，身为你的员工，近期的就是先期待年终奖金，远期就期待加薪。近期的是加薪吧？近期要先年终奖金，他怎么好在岁末年终你要发奖金，跟你叫你加薪呢？是，一定是加，就是你发完奖金之后再想说，老板那明年可以加钱吗？哦，这也是他们的贴心，然后这也比较符合你的。好险，我的员工目前只有两个。你干嘛？我是说经济的部分、啊。哦，对对对，我们要讲的别的。OK， 这个是我要写东西。你要写这个梦想是什么？就是你在这个行业这么久了，不止在这个行业啦，你身为一个这么精彩的人生，有好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哪怕不只是歌唱啊、演戏啊，然后离开这个艺人身份，你还有自己一个生意人好了，企业家的身份，是，然后你一定有很多很多事情是激励着你，才能让你的梦想一个一个达成。梦想是什么？你觉得梦想是什么？不是你的梦想是什么变大老板，是你要鼓励这些追梦的人，大概是那样的意思。所以我只要我可以写一段话来鼓励追梦的人，这样。当然，你如果你要写两张板子，我也可以叫制作人去拿一个来。哦，我先写啊，对啊对啊，你慢慢写。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座右铭，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你留下来的墨宝，而且你下次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不会啦，我会很常来啊。你最好嘞。我也希望可以赶快来拍戏。哦，好，你这样讲，我就他们都听到了。他现在写字，我有一种没有想要帮他补白的概念哎。什么意思？就是有时候我就想说，好像帮用一些话要填一下，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没说话，可是你今天那个现场氛围感觉就很不适合我一直插嘴。不会啊，我还是可以讲话。不用啦，你自己说两句。你好认真在写哦，你把签字笔当毛笔哎。没有啦，字还是要好看嘛。真的用心，那表示你平常也是有在念书。因为我有一个妹妹，然后我以前教家庭联络部的时候，常常被爸爸说你的字比妹妹丑是很丢脸的事情。哦，真的吗？对，所以你妹妹写字很美。所以，对啊，她字很漂亮，所以我就是小时候常常被丢联络部，丢在我脸上说字这么丑还当哥哥，哇塞！哇塞，字丑就不能当哥哥哦？就爸爸对你要求多啊，你不能这样讲。他希望你就是丢在我脸上说字丑还当哥哥，哇，讲这种话太伤人了吧？现在小孩就心理素质低一点就翘家了，睡网咖了。真的，我们那年代没有网咖，你看我们心理素质多强。真的就是因为没有网咖吧？你字丑还当哥哥，我的天哪！啊，你后来有那个发愤图强？我后来有的时候会不小心的对粉丝太严格。看、oh. 看新闻，他说你字要好好写，不然我真的看不下去。你干嘛这样子？你这句话才伤人哦。不是嘛？你不能够，如果你想要我把你的信看好，我们是不是把字写至少不要太好凌乱？哎、欸，这样很重要哎。你至少带领了一个风潮，就是写字要用心。哦、他一直在画画哎，他真的很多想法，他是艺术家。好了，快好了。没事啊，你慢慢写啊，写到十二点也可以。没有那么夸张，反正你后面没通告啊。没有那么夸张。那你吃晚餐了吗？还没呢。那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我现在晚上比较少吃。为什么？因为现在发片啊，太胖了。胖哪里？脸都胖胖的、啊。不会啊，就很有福气啊。不一不一，好，憨憨。这句话呢叫做什么都可以输，但不可以输在想法。你讲，就是我们可以出生在贫寒家庭，我们也可以很矮，我们也可以没有比人家高，我们也可以比很矮跟没有比人家高是一同一件事吗？我们可以就是没有很帅，我们也可以没有很漂亮，对，就是有好多东西可以输，是可以输在起跑点上，但是我们不可以输在想法。当想法输的时候你就输了，但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输，跟如果你觉得有一天你可以弥补这一切，是，那一切都还来得及。所以想法输了，那就输了。嗯，真的真的，有些时候就是对你今天这个鼓励也真的很重要，就像打棒球一样啊，真的，九局下半还有三个出局的机会，就算输十分都不一定会输。所以如果你当打到第五局第六局的时候你已经输十分了，你就觉得啊是啊 key啊啦不用打啦，其实不用打，那就输，输在想法。对啊，是，其实黄老板说的好啊，我说黄老板你说的好啊。认真没对、啊欸、很多人都觉得我很严肃耶，讲这干嘛、啊、我们想要听一些无微博的新三色，先那个啦，拍三张自拍。我以为你要跟我加微信，加微信，等一下再加。自拍啊，就是我们都有自拍。帅哥的自拍是一个怎样的状态？也是只会比耶啊。二十二啊，你看他就这样子，别说他说比耶也要生气，太生气。哎呦，爱做鬼脸呢，爱是小鬼。这么近。好，先这样，待会那个如果不够满意的话，好啊，我们你多少张都可以啊，最好你拍了很多张你都跟我们说 OK， 然后他们今天就可以看到很多你的自拍照。这是那个来上阿安大明星的这个来宾们送给粉丝的礼物，你左右手的拇指上各有一个小小的彩绘。不会，对啊，是这个是哦，指甲变长了还没有剪、哦、那个S， 一个是 Heart， 一
个是黑桃，一个是红心啊。然后因为我剪了它那个红心就断掉了，所以我就不能剪。我应该明天就会换掉了吧？啊，你明天要换掉了、哦？对啊，对啊。哎呦，是啊，你明天换什么？呆萌根？我不知道哎、欸，难。没有啦，其实最早一开始是因为我的粉丝啊，我粉丝都会一直跟我说黄山，这样哦，他说黄山，这样，然后我就会，然后说不是啦，这样，然后我就哦，这样，这样很可爱啊。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哎、欸，那不如我就上面弄个爱心好了。嗯，他如果这样子的时候，我就这样。嗯，哦，对不对？酷哦，就你就是会创造啊。真的，你的想法永远领先。然后你看，就是也不用比，就手上自然有。我不开心，我就这样。不要这样子。黑桃，真的是哦，原来两边各有自己的想法。对啊。我们制作人很有那个，他每次找了来宾来啊，都会选一首他个人很喜欢的，就是你们的经典。是是是。所以今天他特别选了一个2009年的歌。哦。啊，刚才也征求你同意，你真的愿意唱？愿意啊，为什么不愿意？真的。愿意愿意。真的真的，那你愿意唱《听见下雨的声音》吗？听见下雨，我听见了下雨的声音，是吗？是是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哒啦啦啦，哦对对，我歌词不太好。没事没事，就是你愿意唱那句。哒啦啦啦啦啦，心中有了你，是不是这样吗？OK OK OK， 你怎么唱都是对的，因为就是这是一个阿甘道明星之歌，就是希望来的人都是可以。哎，我没有做功课，对不起。没事啊，不重要。这天来了，就是你愿意唱就是礼物。哦、oh, ，我听见下班的声音。你一定要叫他们下班吗？你有看到吗？那位美丽的制作人下班的声音。没有没有，他就是听到你愿意唱下雨的声音，他整个心都暖起来了。哦、oh, ，我愿意，我愿意。真的照理讲，我应该把歌词唱好。没事，我们也没有特别准备给你那个，就是一个惊喜。然后你愿意唱，就是我们的福气。OK 的。我们他会剪成一个很特别的，然后到时候再跟你那个。分享好，好，大家都来都是唱一句唱一句。然后他选了一首你2009年的歌，对，这首歌你对不屑，对，不屑，不屑。其实你现在还会有这种，你还会有这种态度吗？就不屑这种，就是当那个时候的你应该有这种个性。哦，没有啦，不屑这个其实是在说在感情上嘛的倔强嘛，就啊，就算分手了，好，我不屑可以了吧？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对啦，但这两个字其实蛮强烈的啦。我只是说，2019到现在都2017了，你现在还会有这么强烈的，就用不屑这种去回应一件事情？我不会。对啊，我就这个意思。所以长大了，长大了。嗯，就是那是你那时候的一种状态。他应该是那个年少轻狂的时候特爱这首歌，他选歌都很有他自己的想法。这首也是我比较。耳熟能详啊、哦！真的吗？如果是我选，我一定会叫你唱两个人啊。哎，对，对啊，但他就我就是说，嗯，不要，这是我很尊重他的事情。但不屑有很多人啊、哎，认识黄鸿升都是因为不屑，所以也许这是黄鸿升在很多人心里面的开始啊、哦。对，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是。很经典了，很重要。真的好棒哎，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啊，还有机会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跟你，就是不在好像是我们这边的工作上的聊天，所以今天你来，对我们来说也真的很开心。他是巨星哎，没有哪有，我才没有。你少在那边的啦，你我才没有嘞，我才没有。大家去演唱会好不好？不要让人家说他开玩笑去。对啊，你要说这件事，拜托哎，一遍歌来唱一下啦，好啊好啊，不愿意吗？没问题，没问题。OK OK， 那我来听黄鸿升唱歌。那我喝一个水。好，先让他喝个水。哦，真的吗？就是反正对对对，就来吧，导播。黄鸿升准备好了。好，站起来哦。好。如果那么简单，那就好了。想让自己不见，瞬间就统统消灭。眼泪如果没有心脏，那就好了。受伤不会流血，悲伤也不会流泪。不需要有同类潸然颓废，不需要愚昧的尊严，不需要去偷窃你的思念，自我安慰，就让
让我伪装，我嘴角不屑让孤独成一根孤独的亮点，允许我保留我最后一点点特权，赦免我想念你的心碎。如果我眼神里闪烁不屑，可能我心里一半已经残废，那一半跟着你走远了的那一天，这一半渐渐一地瓦解。谢谢大家。我喜欢你唱一遍歌，唱一遍歌其实有唱一遍歌的那种留下的韵味，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如果喜欢的人就把这一遍歌听着，然后自己把歌接下去，自己跟黄鸿升一起合唱，哦，真的很好，谢谢。然后我们不知不觉今天竟然拖了你这么多的时间。不会啊，没事，反正我等一下也没事。真的真的很感谢你。然后今天看到你再一次这个莅临本公司，对对对，不要这样讲，真的真的，就是希望也有机会吧，我们可以再用在戏剧上看到你来三立这边，就是也一起这个加入就是新的作品里面。没问题。对，二零一八年你有什么特别的心愿吗？二零一八年，还是你要送一个新年的祝福？耶诞节快到了，这礼拜好多可以祝福，你也可以祝他们冬至快乐。这礼拜冬至，我觉得耶诞节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节日，浪漫。大家都非常的期待，是，然后在期待说这个特别的节日能够得到什么。对，那我其实祝福这个每一年都很笼统，但我觉得与其我们去想得到什么，那我们今年比较特别，在圣诞节，在今年2018年要开始之前，我们想想我们能为大家做什么，我们能为自己喜欢的人做什么，或者我们能为想付出的人做什么。我相信付出完以后你一定会得到更多，应该是，对对对对，这一定是你的经验，然后也是你心里头深埋的一种信仰。对，如果你没有去奢望你得到什么礼物，那你得到的礼物就会很甜，就哇太棒了，我没想到这样。但如果你永远一直在想，就像小孩子一样，永远一直想说圣诞老公公会放什么在我的袜子里面呢？这样，对，有，所以每一个希望每一个人去当你喜欢的人的圣诞老公公，对啦，这样也很好，没错，然后去送一个带给对方最大惊喜的礼物。我们就把这个美丽的谎言继续延续到下一代。好啊，这个谎言永远没有人想要戳破它，然后去实践它的永远知道它是谎言。对，因为其实我今年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有一个外甥我妹妹的儿子，对，他适时的今年3岁了，我妹妹就说，好像今年就要让他知道圣诞老人这件事情，然后要放袜子，然后送礼物给他，对，然后我就特别有感触，就说啊，对耶，天哪，那你就要去当这个他的圣诞老人吗？我想啊。好啊，然后他会有好多圣诞老人，还有他妈妈，还有你，还有很多家里的人。对，天哪，好幸福哦！你一家人都是圣诞老人，还有好多兄弟，对啊，好多小孩、哦，真的很棒。那你就去认真的当你的耶诞老人，送给大家很多礼物。然后你这个新专辑的礼物，就是他们明年才拿得到。而且，对啊，1月19，然后你们想要得到这个礼物，还要在耶诞节之前，就是有一个特别的预购。这个，然后不然就要等上架了。这一次预购有送那个年历。对，但我其实自己没有在用年历，但田野调查之后发现好像大家蛮喜欢年历，真的，所以我就觉得实用了。礼物送到心坎里，你想要什么就给。天哪，给礼物送到心坎里，第一排名第一顺位应该是现金吧，然后你故意没有看见吧，哦，就是看年历啊。送那个到我的牌子可以折的那个，有一年我们拿到那叫什么券啊，消费券啊，送一个AES 的消费，当然啦，酷一点，里面有十什么几张百一千的，干嘛的，炫爆！你就自己的老板，你就应该塞在那个预购的，没关系。我发财的时候我会做这件事情。你怎么何必这么谦虚？发财我会做。你永远在，你带给大家这么多的快乐，你是一个最富有的人。谢谢大家，真的，今天很开心，那个黄鸿升在那个他百忙当中来，然后这是今天他最后一个通告。对，是的，希望这样的聊天就是让你今天也做一个。今天工作最棒的节目，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是工作，我觉得好开心，很舒服，就在聊天。对啊，下次我们还是会跟你杂拍的。OK， 我们也是开玩笑。OK， 我们这也是一个有话好好说来。我 OK 了，我 OK 了，对啊，没问题的。我不
我完全不会就是放弃任何一次被砸派的机会。哇塞，我一定不要玩这个游戏，因为我不想被人家砸派。不会，你永远有一个让大家充满惊喜开心的那种男主角魂在身上、你是很多人心目当中不可缺少的偶像。希望如此，希望一直一直都让大家很喜欢。变鬼爷爷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你。很多年呢，对吧、啊？继续当小鬼，我会努力，我会努力。对，谢谢黄生来，谢谢大家去预购专辑哦。然后他如果真的要办演唱会，一定要去听。谢谢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对啊，那、啊、你到底有没有办？要、啊、明年、啊，明年哦。然后继续去他粉丝专业关注。明年二月吧。那专辑如果发行了有空，不然我们再给你敲通告再来。要专辑来，要认真吗？要啊 ，Ready？ 要，好啊，那就在一月过年之后再来跟您。我说真的，要哦，真的，好哎、欸，没问题。那现在就可以把拿实体的时候再来，我们再一次。然后我要让你唱六首歌哦，六首好啊，在这边开小型的。当然啦 ，Of course， 你也可以一遍歌。两首歌之后我可以换衣服吗？可以。那你要拖一下时间。OK 啊，没问题啊，就是垫个话都可以。好，听你最舒服的，正在这里开演唱会。谢谢王文生，谢谢大家，拍手，下班喽。拜拜。听见下班的声音。听见了，听见了，听见王文生来祝福的声音。